第一名的动软原因就是找不到好男人。我觉得卵巢早衰，早衰。才28岁，医生看到就已经摇头。就是那个最需要动软的。前阵子是动软。你没有去动。你真的是强迫症，你去找个男人比较舒服。每年的10月就是你的动软月。11点热炒店。